只剩不了的天鹅，我看看好不好？有一天啊，正常情况下，它不应该出现咱们这个河南郑州，它属于那个迷鸟，迷失方向了。它迁徙途径在这个中国的西部，因为这个随着咱们郑州市这几年重视这个植树造林，生态的逐步改善，治理和这个河湖这一方面，这个明显效果了，就是迷鸟的，看来咱们郑州的环境比较好，所以说就留下来了。就是前一段，北仑湖那一块这个。他们这个一个天鹅发出六只这个天鹅宝宝。上周吧，就咱们郑州市西郊嘉陆河，也是有一对这个油皮天鹅，它在这个下了八米卵，孵化出七只这个油皮天鹅宝宝。东嘉陆河还有两只，现在我们目前掌握这个准况，大概就是六只。它在这一块该比较安全，也比较安静，另外食物也比较充足。说来说来，它就留下来了。这个环境适合了以后，它就在这儿待着呢。一般后代有可能都不走了，有这种趋势。所以咱是咱们国家市民啊，包括摄影爱好者、民众啊，一定得有颗保护野生动物的这个爱心。因为同在蓝天下，这个动物共和谐。这个天鹅来能长期停留在郑州，说明了这是咱们郑州这个非常好的现象。跟我见到的那个动物园里的那个天鹅是不一样的，它是野生的嘛，特别大，特别漂亮，就让我看到天鹅想起来优雅两个